在网吧玩了4个小时，喝了2瓶饮料。这两天天气变冷了。刚起床的第一顿，来吃这个玉米水饺。大厅都爆满了，没位置啊。那个上包厢吧。从网吧回来，开门的时候用力过猛，把钥匙断在锁芯里面了。这把锁是废了，叫了一个上门开锁的师傅。先把门打开啊，门已经打开了，门把手也要换掉，现在师傅去楼下拿了。换了一个锁芯，这个门把手也是废了，一共花了200多块钱。